会友为我们展的作业作品。那接下来为第二个作业一破冰时间做点评的也是本会的会友，我们的作业员是李全智艾利可会友，他的自我介绍，评论员是本会陈金燕胜任讲员，有请陈金燕。各位会友大家晚上好，艾利会友你好，恭喜你成功的踏出了第一步，站到这个讲台上做你第一次的演讲，破冰时间。你的表情非常自然，声音也很洪亮，完全没有紧张的感觉，这是非常好的。以第一次站在舞台来做破冰时间演讲者来说，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我们给他一个掌声。你非常喜欢你的名字，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你利用太多的时间解释你的名字，虽然你将你的名字的由来来龙去脉都讲得非常仔细非常清楚，但是当你完成整个演讲的时候，我们对你都不了解，不知道艾利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学历、孩子各方面，我们都不能更深一层的了解你。还有很长的时间慢慢了解我吧。好。其实刚才在茶点交流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有很多的嗜好，你会唱歌、跳舞、陪妈妈。其实这些你在你的演讲稿。你都可以细述，让我们能够深一层的了解你。所谓的破冰时间，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更理解你站在讲台的第一次，所以你才能够达到破冰时间的目标。这里呢，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其实你刚才做第一次的时候，你站到这里看你的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改次的话，若是你，其实你已经刚才在即席演讲的时候，你做得非常好，你其实可以站到讲台来跟大家演讲。那我觉得当你在准备演讲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我们的这个书本的指示，它当里头有写你的目标，这次的演讲的标题是什么，应该达到怎样的实质内容，那加以准备，你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杰出的讲员。在这里希望你再接再厉，希望在下一次的例会你做第二次的作业好吗？谢谢。感谢陈金燕会友为艾丽的作业做一个很周全的点评。那为接下来第三个评论员也将是评论破冰时间，我们的作业员李明蕊会有的标题是我为这个作业做评论的是是本会的曹玉云胜任讲员，有请曹玉云会有。明蕊，你讲你很怕，我一点都看不出你害怕。这个破冰时间你有这样的胆量在台上这样讲是真的，我们跟你比起来我们要躲起来先。你讲得非常的好，真的，你的这个题目是我，这个破冰的我讲得非常好。你有从开始你自己有你的梦想，你要想要做老板，可是你就做了啊，都是成功的第一步已经开始了。然后又接下去有讲你的婚姻被新加坡人从中国带来，就做你的老板娘。不过做老板娘你又做业了，你又想要出来再从头，所以你的程序其实是有讲得很好，只是说有一点跳动而已，不过大致上都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把你的那些评语写在这边，等你回去可以慢慢再看。还有
从你一出场，那个走出来的那个动作非常的大方漂亮，很好看，可见你是在你的这个卖这个产品的时候，你时常都有演讲的，对不对？哦，非常好。因为我是你的评论员，只是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声音我们有一点点要分高低，比如你卖产品的时候，你的声音也是有高高低低，还有你的语言动作、眼睛这些都有一些闪亮，好像艾丽这样的眼睛会闪闪的。对，好，非常好。还有就是说，比如你讲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好像是一点点又接上去结尾这样，所以我一下子跳过来又跳过去，所以我听的时候有一点点乱而已。所以下次你把那个题目整齐分好好，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就很好了。所以期待你下一个节目，我想到第十个节目的时候，那个演讲的时候，你一定非常非常的出色的一个销售员，非常棒的一个销售员，来，大家给他一个掌声。谢谢。感谢陶玉会友为我们评委会友做的点评。那接下来最后一个被稿讲员抗杰会友的由狼牙山是被稿作业单元四的表达方式，那为这个作业做点评呢也是本会的会友，有请林瑞庆虽然讲员，有请林瑞庆会友。谢谢诗怡。首先，康杰的整个演讲含有很多非常优雅的文字诗歌，可是表达方式要看你的观众，如果你的观众对这些字根本没读过、没听过、也听不懂怎么办？我来这边是帮康杰指出一条比较容易实践和成功的道路。首先你要衡量周围这些人的观众，如果那个诗词是非常美妙优雅，你就把它打出来，这样呢你就不用看你的手机，这样呢你就不用背对着观众，观众很多都在白眼，为什么她这么优雅漂亮的姑娘我们看不到她的脸？如果你没有利用你的优越的资本来演说，那是不是暴殄天物？对吧？有了这样的方法，你就能够非常稳重地站在讲台后面。Okay? 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是有点紧张，所以你站在这个讲台不能乱乱地转，那么你只能这样看，你这样看，你这样看的话，你就更看你的手机，你就能够把那个词句很好的、很明了的传达给观众。第二点，我非常担心帮跟漂亮的女孩子出门，因为一出门他们就要拍照，根本没有机会看风景，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都是唐杰而不是狼牙山。我喜欢只是普通的女孩子出去，我们就可以看狼牙山什么醉翁亭什么的。所以呢你在这个视觉辅助的时候，在下一个工作视觉辅助的时候选
一张照片，那么你就可以看，那么让大家看。如果你实际阻塞了，你可以看，让大家看看看看看到你的思维回来了，你记得了，你再开始接下去。你这样呢，我常常跟你沟通，我知道你心情还是有点紧张，这种方法让你有一个根基，有一个桥梁，有一个洞，有一个梁让你扛住。希望你下次会做得更好，更开心。谢谢。感谢林瑞静会友为抗结的做的点评。请春楠会友做我们第十报告。第一位的汪慧珍，2分49秒；第二位陈金燕，2分45秒；第三位曹玉莹，2分32秒；第四位林瑞庆，3分16秒，都合格。好，全部合格，请大家将心中最佳评论员的名字写在纸上后同选。我们将进行下一个单元，就是我们的尾音报告，请。好，尾音报告，海蒂，啊两个，那两个，林长林，三个，啊两个，那么三个，那两个，第艾丽，八个，啊七个，一个 ，OK 三个，还有两个。还有一个不正的英文的一个李明瑞五个三个，还有一个双冰英文的，然后两个，所以三个单节两个两个，所以陈经验三个一个，曹逸云三个，可以一个，林瑞静那一个，可以两个，报告完毕。感谢文教白秋美社的讲员。那今天的例会虽然我们说了很多功课的词语，但是不是好词佳句，就让我们的语言评论来做点评。尤其今天晚上的语言评论，来自华宝的朱青天高级讲员、高级领袖，有请朱青天会友。大家好，来到这个语言评论，我想，就凭我今晚自己个人的意见来说说吧。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各位，有好多会友们，他们的语言都是非常的可以说很正确，有很多都是很正确的华语，只是有时候是溜口说出了一些不太对而已啦。那么好词好句，我想大家都知道哪些好词好句呢？那就像比如说，尤其比如说那个，尤其是创会会长零零丁丁的去拜年哦，一零零丁丁的一家四口，就四口，就我们而已。真的说的是有点凄凉感，凄凉感。相反的，看看别人五十多人、三十多人的一种大团圆，多好！这个是也道出了每个人他们的家庭背景都有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呢人所每个人所走的路都不一样所以也不要紧。能够说出来你的心里话，那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这个，所以这世界为什么多姿多彩？有爱，也有悲，这些都会，那才会懂得甜蜜。什么叫做甜？什么叫做爱上？那我们就会更加珍惜。所以别担心，我觉得能够这样说出来，这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六六大顺，而不是路路大顺呢，走到哪里就顺到哪里，哎，多好的词语哦！还有呢，就是我是老潮州啊，
老潮州多亲切，老潮州，你来到这里一听到潮，大家都很多会有就说潮州话，老潮州，那就是说非常的比较一种很亲切感。我们说人家的姓也是老陈、老李，这些也是啊，我们就这样来去称呼别人，那个也就是带着这个老字，那我们常现在很少听了，在以前呢，在学校里，在外面工作也常都有听说老陈、老李、老什么啊，这个那都是带着一种亲切感。当然也有呢，骂人的老不死，这些都有。我今天我们没有说这些了还有呢，来到东海岸看看马来兄弟，东海岸是我们马来兄弟的乐土，也是形容的非常恰到好处。笑口常开，春风满面啊，一阵狂风暴雨，把我家的顶梁柱吹走了。顶梁柱，那大家知道意思吧？哈，顶梁柱。那还有呢，就是对，一道曙光在招引着我，哦，扬眉吐气，冲上云霄。山不在高，有山有仙则灵，这些都是不错的，不错的句子。啊，什么是山羊开泰？山羊开泰也是其实不错的句子。刚才我问了林瑞庆会友，他说他会去再找看看。其实也就是这个机会呢，提供了我们去学习什么叫做山羊开泰。你可以去查字典，查你的那个电脑上的一些资料，也就是我自我学习的一个时候，我自己我们也要提升自己自我学习。山羊开泰其实羊就是阳光啊，是阳光啊。那刚才他告诉我啊，冬至以后的三个小节气才是我们的春节。今年呢刚好是羊年，那个乙未年是属于羊年，因此就叫做山羊开泰，就是开春的时候，也就是开春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啊。心有多大，这世界就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就是我们的向往，我们的理想。那心有多大，我们的世界就有多大。如果呢整天关在房子里，窝在屋里头，那你说你的心会有多大吗？不会的，你会闷，非常感觉到闷，闷得发慌，甚至自己的患上了自闭症、忧郁症都会。所以心有多大，应该开阔，敞开我们的心胸，接受别人，接受自己，应该走向前走一步，再走一步，慢慢的提升自己，慢慢的开场自己。这个就是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好，在语音方面，像我们认识的朋友，认识啊，不是认识啊，总结成功都要有个鼻音 ，ong 鼻音的啊，成功总结啊 ，projector 是投影机啊，我们这一行人还是我们这一行人，行可以用，为什么呢？要么你就说成是我们这一组人，这一组的游客都可以，因为行呢是行走行人啊。那么另外一个读音是行，排成行的，一列一列的排成行，属于量词来用。如果说我们这一行人，你这一行人难道排成几行吗？我们是一组人去旅游的话，那就说是一组人会更好，而不是一行人或者一行人啊。哦，那么手别缩起来，而不是手别竖起来，束手就擒那种被抓了没办法了，只好呢束手就擒，结束那才是结束，不是结束啊，结束啊。衡量你的观众，不是衡量啊。还有这个是在语音方面啊，对，压岁钱，压岁，压是第一声，压压缩，压力，压轴戏，真的就是压。那么什么叫做压岁钱？压岁钱就是我们呢在小时候，刚才的丽青海总评论也说了，把那个红包其实就是红包钱压在枕头底下。以前是父母亲给我们的钱多开心，多数是长辈给的，我们就把它放在枕头下，比如说这样过了年。那么为什么叫压岁？
因为我们的年龄都是在一个基础上慢慢去成长起来，一岁、二岁、三岁、四岁、五岁，就是一岁一岁压上去的，我们再来长大的。所以这是叫做压岁钱，就是把你的年龄呢一岁一岁的增加增加。所以今年拿，明年拿，明年拿的是三岁，再来呢四岁、五岁拿，所以叫压岁钱，其实就是红包，我们的红包钱，父母亲给我们的这个红包啊。在语病方面，语病方面呢，我们刚才说的 Roti Prata 其实就是印度煎饼啊，印度煎饼，还有拜拜祖先，其实我们如果文字上说是祭拜祖先，或者是祭向神灵，或者是佛祖祈求保佑保佑我们或者是帮助我们，这是祭天祭祖，这样祭拜拜拜是我们的通俗话，刚才说拜拜，一般上用到语言的方面呢，我们就说祭拜祖先这两个方言其实就是一个这种方一个一个来讲，个是一个苹果，一个人是整体的，这个是一个种类，有几种方言所以呢这是两种方言不是两个方言，两种方言。那么做家庭主妇、做老师、做老板、做作业、做作业也是做，如果呢能够把它清楚的分一分的话，当老板当老师、当家庭主妇，就是说你担任这种职务。今年呢我当会长，这个是让我们一种挑战你自己做什么去当会长。我们讲演会都是两条腿走路，一种是做作业做评学评论，做作业学评论，还有呢即席演说，学习即席演说。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担任职务执委团，明年轮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担任会长，甚至可以担任分区总监，总监都行，只要你愿意付出你都可以担任。这付出当然需要时间，需要你的精力，动脑筋是在其实是在磨练我们自己，也跟大家能不能够跟大家一起沟通，能不能跟大家一起合作，这个就是你了解他多少，他了解你多少，你怎么去选人才呢去协助你，这就是另外一类的学习。所以要去当会长、当主分区总监、当这些什么都可以去担任，去做你的担任好你的职务。还有亮青灯，现在亮青灯了，亮绿灯还是亮青灯，青是颜料，金朱者赤，金墨者黑，那是朱和墨是颜料，青包青天，青天白日青蓝色，所以我们应该是什么，那个是属于颜料，如果颜色呢这个是绿灯亮起捉弄他们，不要说玩他们，我们都是人，都是一起一头相处的会，别说的那么难听很贬义啊玩他们怎么样所以我们说话做讲稿写那讲稿也都是要有一种实质内容，刚才不懂嘛，因为评论员所说的要有实质内容，的确来到这里一个月一次一篇作业，我们要做的要有内容，要提醒大家，要鼓励大家，要有的告诉，除了描写之外，心理的描写，你自己的感想也是很重要，要需要有这个实质内容。所以刚才有位会友也说了要有自信我才会感到自豪，这个才就是当个女人也需要这样，否则你整天都是当家庭主妇，时候到了你可以走出来做一些你所擅长的工作，或者是再去学习提升自己。所以要有根基，要有根梁子，你才能够抓得住，能够爬得起来，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你才是一个有用的女人，小女人也都肯成为一个大女人。还有我们的这些会员，大家互相相提携，那一定可以呢让我们的会蒸蒸日上。谢谢司机。
感谢朱清先银级高级讲员、同级高级领袖。今天我们的例会到底办得如何，那就请我们的总评论来做点评。有请今天的总评论陈立清卓越讲员，有请。